非遗粤韵耀香港，2019粤曲演唱欣赏会现在开始。有请大会司仪关中汉先生。各位朋友、各位观众，晚上好！咁好欢迎大家今晚莅临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欣赏由大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会主办、真情乐坊协办嘅《非遗粤韵耀香港》2019年嘅粤曲演唱欣赏会。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粵劇已經被列入為咧係聯合國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嘅名錄，成為世界級嘅非遺啦。為咗突顯粵劇嘅這個非遺嘅內容，我哋主辦單位舉辦咗一連串嘅以粵曲演唱為主軸嘅非遺嘅粵韻嘅一系列嘅活動嘅。希望透過持續性的舞台演出吸引新的曲藝觀眾，擴大愛好者的層面，為粵曲粵劇的傳承作出一點點的貢獻。其實他們先後已經舉辦過兩次的活動，第一次就是2017年大除夕和佛山市禪城區的曲藝家協會合辦過一個叫非遺粵韻賀回歸迎新歲的粵曲演唱會的活動，亦都咧係拉隊到咧係粵劇嘅發源地佛山，喺祖廟萬福台同佛山嘅曲藝家同台演出，交流切磋。第二次活動就係2018年七月同真情樂坊攜手舉辦咧喺觀塘順利社區中心舉辦過嘅非遺粵韻賞方輪嘅粵曲欣賞會。我哋今晚咧係第三嘅活動咧，第三個活動咧亦都一個加強版啦，因為咧係除咗一貫嘅佢哋嘅朋友之外咧，仲有邀請到咧係多個重量級嘅人馬，亦都係國家一級嘅演員咧參加我哋今晚嘅演出，希望咧係大家細意欣賞，拭目以待啦。第一首曲為大家帶嚟呢首咧就係李后主之《歸天》，李后主嗰個故事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而呢首《歸天》咧，亦都好多位朋友咧聽過無數次嘅演出。而今晚為我哋送上呢首曲嘅兩位朋友，分別就係袁秀梅小姐、黃新輝先生。不過當佢哋出場嘅時候咧，唔好相信你嘅眼睛，因為你睇到嘅同你將會聽到嘅嘢係兩回事嚟嘅。好啦，掌聲有請袁秀梅小姐、黃新輝先生送上嘅《歸天》。
淡松，无言独享受。西风与人水杨柳，寂寞梧桐心愿，对方痴仔牵牛啊。冷清秋月如钩，思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在心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向贪欢，赚得愁，永昼啊。今宵七夕啊，相见复为啊尘愁，灯彩烟霞。人面如旧花窝，小周，你今日尽管淡抹新妆，但比去年明艳啵。你的笑容真是甜，真是靓啊。子尚，小周神态最可人，难怪你玉云双手。减去半段离愁，
莫落系乱风有我、爱莫爱系温柔我、上院时候，歌女于生消逝走，梦里不知生是客，浅醉凭栏轻轻奏凤箫，吹断水云愁。
此情此景，宁不使人像足南唐于心也。往事只堪哀，吴远公为今冷落，问谁怜南唐主？通国做啊扶江流，幽怜风拂在心中，一生雅号是天赐，黑翠柳金，云彩玉手归时幽房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胡为大梦繁华去去不恨留，往景凄悲，空负才情正谋啊。宅居曾无台，忧愁委屈逐风流，月前一阙如美人，未知修改若何合乐啊否。如此，我哋一同唱咏好嘛？奏乐啊！Thank you.
小兰玉砌应有在，只是朱兰盖，只是朱兰盖，问君能有几多愁？郑国公女赐逆管之中，不忘持足，此乃天国民称于大宋也。故特为国公受臣赐饮献姬酒，以超圣明任此。谢龙饮。实不相瞒，此乃毒酒啊！吓，奴才有命短送国公归天。归天，啊、主上，送主与毒酒，何我受审？主上，事到如今。我亦难逃一死啦！主上，主上啊！且让我独那上献姬酒，了断尘啊世恨悠悠。就有得我饮啦，泪叫你多灾多难，自愤愧苦温啊忧。在我与前一阙虞美人唱词辩经，宋主却心怀怨愤，因而赐下毒咒。主上，宋主累怀猜盗之心，早下赐死之言。今日佢赐饮毒
含泪捧。香腮，小舟离去意缘何缺，牺牲成何苦，及早可回头。信有缘，贪生有留艺，你爱我一何心，担恐主伤在前台，再受困归圈，接离魂已左右，今夕共赴奈何桥，明春清明谁祭奠，愿同族无家归，鬼物也并头。我醉醉醉太深，来生犬马报娇情，你若发现那身，我今为牵马走，若作领上云，都化作霓虹相伴，若为山间水，青露共寻访，已崩
遗恨，千秋啊！啊啊啊啊宫里弦歌奏。